看啊，这个就跟上一次你记得那个高岭土就有点像了。它现在转着转着，中间在转，它旁边的它贴在那个内壁上，有点粘粘。你可以下料下料试试。这个得用那种震动给料的试一下，你看现在就是这样。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不怎么适合用这种螺杆下料的机器。完了吧，是吧？好，打开吧。